般人如果不幸中风，他可能只能默默地承受身体和心理的变化，却不知道大脑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 Jill Taylor 不一样，他是一位脑神经解剖学家，他在37岁那年不幸中风了。他知道他的左脑是怎么样一点一点丧失处理资讯的能力，同时在过程当中，他也感受到了右脑功能凸显之后前所未有的心理的平静和喜悦。凭借着他的专业知识，他把这个过程忠实地记录下来，写成了《奇迹》这本书。这本书让我们了解到大脑功能不对称性和行为之间的关联。今天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长庚大学的董事长杨定一博士来和我们一起阅读这本书。杨博士你好，谢谢你过来。老师你好。我想知道那个时候你在推荐这本书的时候，最大的阅读心得、最深刻的阅读心得是什么？我们常讲哈，医学其实它是个 evidence based science， 有根据的科学。对。很难得这位作者就是 Dr. Taylor， 他自己本身是个神经科学家，而且当时在哈佛37岁，又是最忙的时候。事业高峰的时候。对。啊，很不幸得到这个中风。那从他个人等于说做了一个实验，我们可以这样讲啊，很不幸的一种实验。那从点点滴滴的这个过程，包括恢复，他都可以把它有很详细的这个记录。那这一点我算是比较不一样，因为他用他的语言，科学的语言，一切都是这个专业的这个科学家都可以听懂。对，那其实这也是我看这本书的心得，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很难得，就是说我们一般呢，为了要能够了解大脑的功能，其实你很难在人体上做实验，对不对？那一般人他如果没有神经科学的知识，他其实也很难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所以呢，我们只能在动物身上做实验，为了要了解大脑的功能，但是好像就还差了一点点，特别是高等认知功能这个部分。可是这本书呢，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 neuroanatomist， 一个神经解剖学家，所以他可以非常清楚地知道说，当他中风的时候他感觉到怎么样，而且他知道说当他右半边的活动失去的时候，他知道说是左脑发生了问题。一点一点的这整个过程记录下来，我觉得是老天爷给的一个很好的礼物，他就是来帮助我们了解说这整个的过程是怎么样的。On the morning of the stroke, I woke up to a pounding pain behind my left eye. And it was the kind of pain, caustic pain, that you get when you bite into ice cream. And it just gripped me. And then it released me. And then it just gripped me. And then it released me.And it was very unusual for me to ever experience any kind of pain, so I thought, okay, I'll just start my normal routine. So I got up and I jumped onto my CardioGlider, which is a full body, full exercise machine. And I'm jamming away on this thing, and I'm realizing that my hands look like primitive claws grasping onto the bar. And I thought, that's very peculiar, and I looked down at my body, and I thought, whoa, I'm a weird looking thing.And it was as though my consciousness had shifted away from my normal perception of reality, where I'm the person on the machine having the experience, to some esoteric space where I'm witnessing myself having this experience. 经过八年的复健，恢复了。复健的过程，他也能够很详细地描述出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可能对很多的病人帮助很大。是，对。那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他从科学，从神经科学来着手，但是走到最后，就是很有趣，就走到哲学，对，走到心理，走到这个身心的这个结合的关系。那这一点我认为特别我想鼓励大家尽量看可不可以，就是
读完以后，这个他可以体会到 Dr. Taylor 在人生的变化、价值观念的变化，那这些我们都值得这个吸收，值得参考。那这本书的中文版本啊，它其实翻译成《奇迹》啊，那你那边有它的英文原版的书啊？对，刚刚好，我带来这英文版《My Stroke of Insight》。其实啊，英文的这个意思说 "My Stroke"，"Stroke" 当然也是中风的意思，但是从另外一角，它也是等于可以说是画画的时候，我们每一笔啊，每一笔这样画画。可以讲是个，也是个 stroke。那他的意思就是含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my stroke， 我从我一步一步所得到的这个一个领悟，一个反省，对，洞察，对，其实很难翻哦。那中文其实奇迹是非常有力量，好，让人家很想去看这本书到底是什么奇迹啊。不过他英文就比较深刻的讲的是说他经过这整个历程之后。他的改变，好，他对于这整个大脑的洞察有不一样了，对不对？还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的人生的看法有什么转变？有一种顿悟的，对不对？有一种顿悟的味道在里面啊。那么我们就来讲讲这位Dr. Jill Taylor 啊，他其实呢在中风的那一天早上，那时候他才37岁啊。那么很有趣的啊，他在书里头讲到说，他在中风之前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一定就典型的科学家性格啊，做事情要求完美，要求正确，有的时候讲话有点尖酸刻薄啊。然后他常常说，就在哈佛的他们那个学院的走廊哈，常常大呼小叫的，大家都听得到他的声音啊。那可是呢，他那天早上中风了，那之后呢，他。甚至变到说，从一个很专业、很专业的神经科学家，完全就变成什么都不是了。当我失去左脑和语言中心时，我也同时失去了内在的时钟。那个时钟将我所有的时刻分割成连续的瞬间，我的时刻不再被贸然斩断。相反的，他们变得没有尽头，而我也觉得任何事情都不用着急了。我从左脑的行动意识转变到右脑的存活意识，就像在海滩散步，或陶醉在大自然的美景当中。我从自觉渺小疏离，蜕变成为自觉广大无垠。我不再用语言来思考，而是只看当下正在进行的新图像。我没有办法深思过去或未来的事，因为那些细胞办不到。我只能感知此时与此地，而这种感觉甚是美妙。那经过了8年的这个复健之后，他恢复了。可是呢，他自己觉得他是一个恢复成一个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人了啊。所以这就是要讲到说，其实我们先讲左右脑功能的不对称性，对不对？之前他觉得他是左脑比较 dominant 一个人，好，那他可是他左脑中风之后呢，他的右脑的功能呢就补偿过去了，好，所以左脑跟右脑的功能上面，我们来谈谈他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好，其实啊。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左脑，可以说是左脑。你刚刚讲这个 dominant 啊 ，dominant 应该中文讲，就是左脑主导，主导。那大概是90%以上。所以很多朋友问我说，我是用右手在写，用左手在写字，但是在左手写字的朋友，其实大部分也都是还是左脑啊。那左脑跟右脑有什么不一样？我带来一个图面啊，我想用这个图画来做个说明，因为我感觉这个图画表达特别清楚啊。你们注意看，就是这个左脑，我是用一个小框框，等于说我们在这个办公室啊，有这个有很有规律这样子把它描述出来哈。
那这个左脑，而且中间有很多的分隔，对不对？有很多很有秩序，有很多秩序，有很多规律，有很多这个啊、在这个啊、时间上也好，在空间上它有区隔，所以我们通常讲左脑其实是对语言它是语言的脑。那对这个时间上，昨天啊、过去、现在、未来，它可以区隔得很清楚。对这个空间的啊、区隔，比如说你我啊、你在做到身体跟空间之间的界限，还有距离。对，那从这个分别啊，我们常讲分别心，看到人高低矮，左脑是主要的这个啊、可以讲就是它这个 processor， 它做这个啊、它会。catch 到啊，可以抓到这个资讯，然后把它转出来。右脑就不一样，右脑是个艺术脑，右脑是一个，它是看到一个整体的脑，是个图片，它不是看一个字一个字的，它看在一个刹那，它把这个图片掌控到，图片的中间的这个关系，它慢慢再去区隔。首先，它看的是个整体的图片，那。对这个分别啊，东西跟东西的人跟人的中间的关系，他比较不注意到在这方面，所以他的这个吸收啊、掌控资讯的这个方法是跟左脑完全不一样。那这两个关系可以讲两边的关系是相当，其实是相当清楚，好像等于是说我们人啊有两个体。或是有两个个性，或有两个啊、有两真正是有两个人在存在。一般的观众，您可能会觉得很疑惑，就是他不是中风了吗？那他为什么还能够把他中风的过程详细的记录下来呢？那是因为他只有左脑的一部分中风了，好，特别是跟语言讲话有关的那个部分，还有他。跟空间的界限的那个能力的部分哈，那另外呢，他的右脑是好的，还有他的大脑比较深层的部位是好的，所以他非常知道他的知识还是存在，专业知识还是存在的，所以他就非常知道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因此在日后他回想起来的时候，他可以慢慢整理出当时的过程，然后把它写成这本书，对不对？好，那么刚刚您讲的非常有趣的就是说。他那个时候其实是从左脑啊，大家可以看到书里面啊有他中风的区域，包括语言中枢、讲话表达能力的那个部分，还有他的运动，还有他感觉的地方，都慢慢的，因为他血管破裂啊，受到了影响，所以他发现说，哎，我知道我中风了，可是我讲不出来，他甚至要求救也没有办法啊。他只能发出那个声音，但是他的朋友呢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那渐渐的他发现他右手也没力气了，对不对？所以他知道他左脑中风了。可是呢，他提到一点非常有趣，就是说在那个过程当中，他知道他正在经历生死交关的一个刹那，可是呢他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喜悦。这本书我认为很特别啊，这不是光对中风的这个群啊，我们很多中风的朋友，他带来一个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一个希望，就是可能像 Dr. Taylor 可能回呼，我认为很多中风的朋友也要充满带来这种勇气、这种希望往前走，所以他有这个作用。但其实刚您也有提到，他远远的超过这个，就是光这个 message， 光这个重点，那啊。这个重点其实他刚刚您稍微这样子描述了一下，也就是说这个啊，他当时发生这个事，他连自我是谁，想讲什么讲不出来，甚至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完全已经换成另外一个人，我是谁，什么都不清楚了。但是啊，从那个角度，他从。那一天啊，发生这个事情，他才真正体会什么叫做慈悲心。对，还有同情心也出来了，没有错。因为他发现啊，突然发现就是说，右脑其实在看到这个世界，跟左脑完全不一样。右脑反而它是个看世界是一种能量的这种直觉。那他的这个啊，
这个 perception 了哈，就是这个直觉是很直接的，有一点就是说是一种能量上的一个交换。那从这个角度啊来看的话 ，Dr. Taylor 他就亲自体会说，哎，我跟你其实都是能量，那这个东西在旁边也都是能量，我们整个宇宙都是能量。那既然这样的话，你跟我中间的这个区隔，这 boundary 不是那么清楚，像左脑看的，哎，你就是你，我是我，已经分别得很清楚，就是这个已经有点模糊掉了。那既然这样子，我应该要有慈悲心，因为我这个慈悲对你，其实讲到最后也是对我个人，对一切。就能量的层次而言，如果我想到你，朝你送出善意的震动，让光照亮你，或是为你祈祷，那么我等于是有意思地将我的能量附带治疗的意图送去给你。如果我在心里想念着你，或是我把我的手放在你的伤痛之处，那么我等于是蓄意导引本身的能量去帮你痊愈。这很有意思的是，他在书里头提到说，他很想恢复他左脑的功能，告诉人家我是谁，可是他不想恢复一些左脑负面的功能，譬如说恐惧、喋喋不休、刻薄、尖酸刻薄等等。他希望他只要把左脑好的功能把它恢复起来就好了。那所以呢，他其实有讲到说有一些方法啊，当然他经过了8年恢复到蛮不错的功能，但他觉得说他其实是完全改变成另外一个不同的人了，是不是这样？对，刚刚有您这样有提到几个重点哈。第一就是在这个恢复的过程，恢复的过程我认为很重要，只要有中风的朋友，那从这个 Dr. Taylor 亲自这样体会，周边的人的照顾爱心啊，这个像 Dr. Taylor 有个母亲，他又是做这个是数学老师，那他是完全无条件的这个服务，希望把这个女儿恢复。那这个受到这个，虽然这个 Dr. Taylor 没办法表达，他语言有受伤，但是周边的人，除了他母亲以外，护士等等的医师对他，他认为不是用语言来表达，他可以感受到对他有一个正面的能量或力量带来。那这我从我个人观察也是，在这个不管是这个啊有任何疾病、慢性病等等，这个周边的人的角色，我说是特别特别重要。这个 Dr. Taylor 在这个书里面也讲到说，经由这样子的复健过程，他归纳了几个之后他就学到了说，其实虽然他复健了，但是他变成一个比较柔和的人，比较有包容力的人，比较同情心的人啊。那过程当中他觉得最重要的是 appreciation， 感恩，这个蛮特别的啊。他觉得说，如果你懂得感恩的话，你其实整个人的行为是可以改变的。您同意这样子的说法吗？这是他的亲身经历。这个我们100%这个认同，也多年来我们不管在台湾也好，在美国，在各地都在推动一个观念，就是说一个人要深深的这个转变，首先他要做一些心理的功课。心理功课第一个功课就是感恩的功课，一个人有感恩了，他才会自然会忏悔，自然忏悔的话，他才会有充满的希望，对人生有个希望，对个人的病情况、家里等等有带来一个期望。那达到这个希望，达到这个期望，他才会做一个会有一个回馈的心，他会一个发愿，我要对周边的人要有什么什么。像 Dr. Taylor， 他自然就会对他的母亲，对他周边的这个同事、医师、护士对他帮助，他充满的感恩的心，从这个书里面就可以看出来。所以这些观念我都认为这是相当好。What a stroke of insight this could be to how we live our lives, and it motivated me to recover. 2.5 weeks after the hemorrhage, the surgeons went in,
And they removed a blood clot the size of a golf ball that was pushing on my language centers. Here I am with my mama, who's a true angel in my life. It took me 8 years to completely recover. 其实呢 ，Dr. Taylor 在这个书里面哈，他有提到一点，就是说他在生病之后，他对于自己本身跟周围能量之间的转换，您刚刚也提到了，变得更加敏锐。那这个能量的概念、转换的概念，其实在宗教上，不同的宗教里面，我们都常常听说，非常熟悉了。可是在科学上要证明是很困难的哈。那所以怎么样，怎么样去阐释这个部分呢？虽然是他个人的经历，其实啊，我认为他是相当啊有科学化一个念头了啊。其实他是一个啊。可以讲是一个螺旋，或是个资讯场，它就是个螺旋场。那我们把这个毅力，把这个念头集中，就是祷告，可以发挥这个力量比任何其他动物都大。那这个力量，这就是螺旋场，可以大到一个程度，它可以影响到物质。当然，假如我不管怎样，还是个科学家。有用很客观的方法来去测，我认为这个祷告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大。那我常跟很多病人的朋友啊，这个有各式各样的疾病，说你每一天有这个疾病，要从早一张开眼睛，要做这个感恩的功课等等的，要祷告。祷告还不是光为自己，为周边的人，为全部的众生。晚上睡觉前最后一个念头，也是一个祷告的念头。希望大家平安，每一位众生做个回响。所以其实科学的研究上或许是可以设计的啊，就是说在你很混乱，心态很混乱的时候，你的大脑的 functional MRI 的影像是怎么样，那经过祷告之后有什么样的改变，我想那不是不可能研究的，只是说现在还没有一个足够的资讯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个很证据充足的解释。是的。我发现想把自己带回那种宁静优美的状态，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透过感恩的行为。当我心里只有感恩的时候，我的生命里就只有美好。今天我们很谢谢杨丁一博士来和我们一起阅读这本奇迹，希望呢这本书的阅读可以带给中风的病患或是健康的你不同的启示。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